前湖人中锋安德鲁·拜纳姆已经签约经纪人，他想重返 NBA。消息传出以后，湖人记者 Ryan Ward 在推特上发布投票，如果安德鲁·拜纳姆状态不错，而且已经准备好比赛了，你觉得湖人应该考虑签下他吗？ Ryan Ward 写道，截至目前已经有1170位网友投了票，其中 33% 的人选择了肯定不考虑， 31% 的网友选择了当然要考虑， 18% 的网友选择了不确定， 18% 的网友选了。他现在能投三分了吗？